怎么样？军这么多人，奇怪，他们怎么逃脱的呢？算了，你说依靠这根树藤，能不能游到对面山坳里去？ 如果是当地山民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如果当时仗打得那么激烈，哪来的山民呢？只有这种可能了。先把他们再问一遍，然后到对面山坳去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。 翻过这个坡就能看到洞口了。好，你在这看着他，我上去看。哎，别，还是我去吧。万一遇上白狗子呢？你能行吗？我一老百姓怕什么？国军白狗子，贵军灰狗子，还有民团的二狗子，我都见得多了，没事，我能应付。对，他去比你去合适。哎，来，拿这个，带着麻烦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。 刘亮总啊，哎，山妹子，小心！白营长，到。你带少量的部队，远远的跟着共军接应小分队，随时跟影子保持联络，掌握他们的行踪。 一旦发现异常，马上把他们控制起来。等我们大部队到了，一举将他们歼灭。好像是山东那边，敌人到那儿了，我赵海英他们也到那儿了吧？快！ 掉的不一定都是馅饼，跟我说话！干什么？注意啊！走！你觉得还有必要捆着我吗？再有情况发生，这跑起来多不方便。再说现在中央军那是见着我也开枪啊！ 我建议解开绳子，给我猎枪，共同应对，供你参考，由你决定。
狗啃麦啊！狗撵兔子，兔子不跑吗？哟呵，跑得快，嘴也硬。本地的？土生土长。家住哪儿？坡下牛角寨的。上山干什么来了？打柴呀！我隔三差五就到这儿来打柴。打柴？你空手打柴啊？柴刀跑丢了。好一个牙尖嘴快的妹子啊！经过风浪，见过世面吧？家里我是顶梁柱，出山换盐、进城卖货都是我的事儿。刚才说你隔三差五就上山打柴？对啊，不打柴，我们家烧什么呀？乔妹子，他在这儿，舍不得他哥呗。那你昨天上来了吗？昨天没有啊。昨天上来，今天就不用来了。算你等我的桌子，等我弟一下，把带回山东去。哎，别过来，过来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妹子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干什么？别过来。是黄副官追那个小女孩的方向吧？他没事儿吧？逮个小女孩，他也至于？不对，不会是遇上那三个逃兵了吧？白营长，到，带人出击。是，集合，全体集合。这乌鸦怎么一天老跟着我呀？共军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像是我们的号声，像是我们的队伍。不会教导员能打回来了吧？杨振宁要是打回来，那我就白跟他搭档这么多年了。先解决战斗。出来的，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啊！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你啊！
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很危险，很危险！你看看你刚才多危险呢！可是我等不及了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我看你就是个疯子，疯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们是来打仗，打仗的，打仗是会死人的，你不明白吗？跟你说了一百遍，你都不明白。昨天打了一天的仗，来接应的三个同志已经牺牲了，还有两个现在找不着。你要是看到当时那个惨样，我看见了，我当时就在铜山顶上。你是不是真疯了？当时你们正在应付白狗子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跑了下去，我看他们还有口气。我就把他们用树藤又到对面的山坳去了。他们是谁啊？就是你们要接应的张连长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俘虏。妹妹，你可不能信口胡说呀。真的，谁信口胡说了？我都把他们带来了。你把他们带来了，他们人呢？在哪儿啊？就藏在下面的树丛里啊。上山洞，走！快增援！伤亡惨重，伤亡惨重啊！快把伤抬走！都是。敌人损失不小，最起码得干掉十来个了。这阵势可真不行，又是轻机枪，又是手榴弹的。哎，营长，会不会是教导员他们杀回来了？他那个死心眼才不会回来呢。我是真希望打伏击的是他们呀。张玉林和俘虏都在这儿，还去哪门子道歉呢？教导员他们去道歉了。那这么说，这姓柯的真有问题啊。从天而降的手榴弹，从天而降。那爆炸声是成捆手榴弹的动静，不是从天而降，谁能扔这么远呢？对呀，是从悬崖顶上扔下来的。可是是谁啊？这太神了。找到袭击白狗子的人。站！从天而降的大部队，巧妙迅猛的奇袭，让肖少白措手不及。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导演这出好戏的人不过是两个弱冠少年，死而复生的二牙子，以及少共国际师调队的女战士菱角。但是身处险境，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六爷，你说说怎么也不说一声，外火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不管他，
我自己笨，没有隐蔽。吴小姐，你又流血了，我再帮你包扎一下吧。不要啊！我快把狗来后，一眼就能看到，快走！林小姐，挺住！挺住！挺住啊，林小姐！我会想办法的啊，我来想办法。小姐，顶住啊！等等，他们应该来过这儿。哎，我的猎枪！他们一定来过这儿。马靴，不过怎么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啊？张月林这是怎么了？陈俊元不会是扛着他在走吧？你说什么？扛着张月林？从这个脚印看上去，不止一个人的分量。呀，他不会把张月林给害了吧？害了他还扛着尸体走干嘛呀？哎呀呀呀呀！俺的娘哦，这今天这神神叨叨的事儿太多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走、厉害啊，真是厉害！要说还是这羊铁格子管用啊。楚长官，也请你帮我们向蒋委员长打个报告，帮我们贵军的兄弟也装配一批。张副官这话当真？哈，开个玩笑。军中无戏言。一个
机械化的加强营，区区几个共军，你追了三天两夜，把我的防区搞得是乱七八糟，还搭进去十几条人命。哎，我说肖队长，你们中央军是不是都像你这样的指挥能力啊？特使车队遭袭，护卫队全体阵亡，嗨，你却大难不死。今天钢盔洞穿，你还是安然无恙，怎么着？你是吉人天相，关二爷显灵庇佑？你总不会是勾结共军，唱出苦肉计吧？我王某人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今天你当了处长官，跟我解释出一二。把伤口包扎一下。出去！砰！周队长，既然你王师长执意不肯调兵协助，那我只好请示委员长再调中央军入桂了。这个恐怕白长官不会同意。请求援助你们不肯，我要调兵你们又不让，难道就任凭共军在广西为所欲为，是委座的特使性命于不顾吗？我告诉你，王占斌，陈俊言身上可带着委座给你的亲笔信，如果你不怕遗失，不怕泄露的话，我看你王占斌就等着去你们白长官那儿喝茶吧。哎，楚参谋长，楚参谋长请留步。是。哟，副团长，这中央军的肖队长不是一般人物啊。那就是个疯子。李总，铁峰，铁峰，走。李林，铁峰，走。走。铁峰，走。说嘛，这中央军出手就是比桂西大方。什么呀？那是我跟他讨价还价要的那个数。怕死。肖队长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，因为事关重大。说来听听。陈俊元这次入桂，带着一封委员长给王占斌的亲笔信。你怎么知道？哦，
陈俊言到凌云的当天晚上和楚正平聊天时说的。一封信又能怎么样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个王占斌是黄少雄的老属下，在新桂系里边他没有根基，所以白崇禧对他是一直不重也不弃。陈俊言计划入桂第一站落脚的那就是王占斌部啊。这封信可谓是一只橄榄呐。我并不知道给你信的内容究竟，但是伪作亲自墨笔一定不同一般的。通过陈俊言的言谈话语，我了解到伪作对你一直是很关心的，深知你在老桂系当中的处境，总想找个机会帮帮你啊。啊啊，你见过伪作啊？哦，是伪作前年视察江防，白长官宴请，我有幸作陪。席间我向伪作敬酒，后来他回敬。视察江防的时候，他得知我是黄少雄长官的旧属，临别之前他特意转达了黄长官对我的问候。哎呀，令我非常感激啊。其实黄少雄的新桂系归顺南京以后，这桂系的三大巨头就剩下两个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对南京一直是疑虑在心，戒备有加，他们宁可让共军过境西逃，也不让中央军深入一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委员长是要在这个地盘上敲上几个钉子的，正好王占斌这个人是可以砸上几锤子就往下钻的钉子。不过这个人呢，老谋深算，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。感谢伪作对我的看重啊，有朝一日我王某人一定报恩。只是现在时局啊，楚参谋长你也知道啊，这个桂系和南京的隔阂颇多，白长官的十六个方针的用意显而易见。我身为桂军一部，很难随心所欲，一旦有所违背怪罪下来，恐怕啊，委员长纵然有万般关爱也很难。这王师长如此的见异思迁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委员长的关爱不在，白长官的怪罪依然呢？可别最终落得个两头全无的境地。伪作的这封信应该属于不能公开的秘密，所以杜主任也十分想知晓这封信的内容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拿到了这封密件，那就等于抓住了王占斌的把柄。你没事吧？你不会想我这也落下毛病了吧？楚参谋长，容我考虑一时再做答复如何？好吧，那就请王师长慎思。一定。哎，楚老弟，这个萧少白像只狼啊。哦，是一只永远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他的牙迟早要落在你的脖子上，你得当心。可我要打虎却没有猎人，所以我不得不带条狼过来。刘副官，
长官着急了。师座，傅总啊，你的守备团对借助这里的中央军要有所提防，特别是那个肖少白。我明白。当然，对这个楚长官你得照顾好。是。我今天晚上就回道县师部，还你办公室。哎，水仙如何呀？谢师座，他挺好的。好，这次没时间了，代我问他好。是。楚正平这回可是真急了，他可能要亲自在食堂督战。抓住陈静言，咱们可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所给的期限可是不多啊。就算抓住陈静言，那也是一具尸体。我绝对不能让陈静言见到楚正平。那可不容易。谁要挡我的路，我就除掉谁，包括他王占斌。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太狂妄了？抓住陈俊言，找到那封密信，他王占斌不就被除掉了吗？师座，关于委座给您的那封亲笔手谕，这会不会是楚正平编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，意在给您施压，迫您出兵的呢？这个虚无缥缈的故事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蒋公在贵期间与我接触的某些细节。现在看来，似乎都是某种暗示。那照您的意思，这封手谕是很有可能存在的。存在不可怕，怕的是有朝一日他躺在白崇禧的办公桌上，那我就说不清楚了。到那时候，正如楚正平所言，我是两头都无。帮主任，会议的白宫以为咱们背信离德，不帮，南京方面肯定有不满。看来，总有一头我们是顾不上。在这情况不明的时候，我们恰恰两头都得顾上。不见真福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贸然烧香的。但是，我们也不是像原来那样全盘拒绝。本来啊，只要不把我们绑在一起沉下去，随他们。可是现在，事情越闹越大，一旦故事成真，我们毫无动作，这跟绑着沉下去没什么区别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真当有这个故事，比当没有这个故事要妥当。师座，卑职有一个主意。讲。我是按照您的思路去想，我们满足楚正平，您把我派到三团去挂副职，我率部去帮助楚正平，参与其中，观察其动向，迅速地找到陈俊言，并拿回委座给您的亲笔手谕，其他的事情一概敷衍。在此之前，您只要致电白长官，就说您前段时间因为剿匪的事情殚精力竭、积劳成疾，现在只想暂退养病。到时候如果上峰发现这件事情，怪罪下来，您大可以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完全是我张有为一个人的个人行为。到时候降我的职，定我的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无论是白长官还是南京方面，您都好交代。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有为啊，你让我刮目相看呐！只要师座认可，有为勇敢向前。好，这件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谢师座给卑职这个机会。张有为，到。拿到委座手谕是你的首要。是。
舒长官，听楚风说，楚长官您还没有吃早饭。你觉得我现在还会有食欲吗？我理解楚长官现在的心情，可是这饭还是得吃的。对了，卑职现在已经被派到三团挂职了，如果楚长官您有什么需要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卑职一定尽全力效力。你知道我需要什么？我要进山打虎。那您就需要一名猎手。卑职会在三团团部恭候您的到来。我们行进的路线是不是绕弯子太多了？这样会耽误很多时间的。老杨，你这个咳法可是不行了，多长时间了？啊？谢谢，有半年了吧？指导员。指导员，喝口水，压一压。给老柯吧。啊，我不要，你喝吧。来，喝点吧。大海啊，以后给教导员专门准备出一只碗来，别他喝完了别人再喝，这样不卫生。虽然我们目前的条件比较艰苦，但是卫生还是要讲的。不认识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教导员埋汰是吧？俺们不嫌。这不是闲不闲的问题，是容易传染，搞不好造成非战斗性减员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那你少跟俺们在一个沟里搅屎。哎哎，大海，大海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哎，大海，老柯说的对，以后啊，我跟大家隔离一下就是了。哎，这个大海，哎呀，我刚才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能走直线，尽量少绕弯子。执行，大多是公路啊，随时都有可能会遇上敌人的巡逻队。老杨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再说战斗嘛，哪有不冒风险的？我们注意点就是了。老柯啊，我们的任务是接应，而不是找敌人拼命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再说，我们也慢不了多少。昨天我们一个白天就走了60里的山路啊。嗯，我是担心，我们总这么绕着走，很难追上他们两个。毕竟嘛，哎、我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两个人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两个人？我想，他们可能是在……你布置的是五个人呢？是啊，是五个人呢。可是这不是打了一仗吗？我想他们可能是被打散了，或者有人员伤亡什么的。你不是说铜山上打得很激烈的吗？是很激烈，可能会有牺牲。是啊，但是你怎么会觉得是两个人呢，而不是三个、四个，或者一个呢？哎呀，你这个老杨啊，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，我哪知道他们有几个人呢？不管他们有几个人，我们要快，要快，不快就追不上他们了。
这片都是荒草了，根本留不下脚印。咱们走对吗？